我今天怎么那么困呢？我牙来了，欢迎欢迎欢迎宝宝们，四点了是吧？嗯，是的，刚本来中午那个啥，要是有时间可以休息一下的，但是上午播完了就是上舞蹈课去了，然后下午一直到现在，刚刚还剩十分钟的时候，那个官方那个姐姐说，她说快呀，快开视频彩排呀，马上就轮到你们，快！我的天哪，哎呀，给我吓得本来我就急。然后宝宝们，大家点一下我们麦序上所有主播的关注和直播室通知，感谢大家。嗯，还有我们的五星，我觉得还有的预约也预约一下哈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打卡点心送鲜花，送的都送一送，谢谢。哎呀，你是我这首歌吗？跳舞了，六六六，走一波，兄弟们，你们的激情在哪里？么么哒。
是不是我爱上了他，傻发浪发去的他，尤其你在哪，那么有人家阻挡不了我对你的想法。抛开那些飞檐的童话，我只想为你把所有的脑花就这样一直走，我这心中的美。看见我这就三抢击真也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子牙，还喜欢直播的别忘了点个关注。哎呦，我直播时通知我啊，谢谢谢谢。哟，这不是朱三哥哥吗？哈、啊，都开始来粉我了，好开心啊！腿合不拢，你说我腿合不拢吗？你说这样吗？你说这样吗？来呀、啊！你是不是飘了啊？你是不是飘了？受不了你了哟！OK， 给大家跳咱们下个舞蹈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腿合不拢怎么了？你知道那种走外八字的吗？外八字是这样走的，内八字是这样走。然后呢，我就属于那种。妹妹你总沉痛那种哎我的天哪，我可是一个淑女啊，我可是很淑女的，现实生活中我可以给大家跳舞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你的出现是我唯一的心更好，就比较开心，我比较开心。我心里对你的想念充满Can't read my
谁能告诉我为啥要合物？董子是不是打不了了？啊，我们只有三十指限打几个字来着？你太坏了哈！谁是个天都证明我是合得拢了。哦，好累啊，稍微休息一下，宝宝们。Lady Gaga 的，是啊，我不是很喜欢 Lady Gaga 吗？我读高中的时候烫个卷发，人家叫我泰迪牙呀。这位头发是卷卷的，看见我姐姐有三强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档见面主播子牙。然后大家喜欢子牙呢，可以点关注和直播时通知，感谢谢谢。隐形的肚脐，羞羞，羞死！这个你一夜十次，我跟你讲，我上次看到有人说什么要把九九三的主播全拖出去轮一遍。我就想问那个哥哥，你怕不怕我们只有三个主播全把你拖进来，我们给你轮一遍？你要知道，主播是一个很强悍的动物哈，是一个很有兽性的动物。反正我不管，我每次看到那些新闻说某女子走在大街上被一男子突然猥亵的时候，这个社会怎么了？我当时就在想哈，为什么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？为什么被猥亵的那个女的不是我？啊！我每天走在大街上哈，那个啥都没有人来猥亵我，气死我了。希望直播间关注和直播时通知我，厉害了。然后我们下一个舞蹈跳王的就下个麦序再见哈，感谢所有兄弟们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装逼了。